水面兽已经背叛我们了一员，不如把他们给扔出去，那还有什么乐趣？ 小心，手榴弹！ 夺走了帝君的性命，所以必须偿命。 还没到，迅速的前进。哎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哈哈哈哈，你确定吗？ 寄生虫。
Senshi! Honpei! 耐心点，他迟早会回来的。这次大宴还是不错。他们还真是上路吧，弟兄，我会随后就当他的。小伤，你应该觉得庆幸了。战斗了，就是这样。快呀！快呀！快呀！也许精灵会投降。这种小伤，你应该觉得庆幸了。你应该觉得庆幸了。圣火，先知会成功的。你那伙人已经四处乱窜了。冲啊！危险要来了！走！损失大了，他是我们最好的追击者。没事，这个东西。
懦夫。我诅咒你这大混蛋，净化身心的火焰。他怎样了？我要怎么拿这个打？我们把他们都给毁灭了，他挂了，展开朝圣之旅，安息吧。进展如何？Thank you.
自己小心，风近一点。我笑什么？他还不。但是仍算是一场不错的。
该死的神父也是。
来了。他是父亲。你还真的以为你有用？烈士，以上凡之名给我实话。议员们，鬼面兽下的手，卑鄙无耻的叛徒，先知全被骗了。